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因为我让我对我好的人失望了。我总是常怀怨怒，总是记着那些对我很差的人。很差劲的行为，是对于对我很好，很照顾我，非常支持我的人，他们做的好事，我却一点都不放在心里。其实，在我人生中可以遇到三种人，第一种人是对我很好的人，很支持我，很鼓励我。帮助我。第二种人是，我不想评论的人，他们没什么好讲的。第三种就是差劲，就是杂碎败类，这种人心思邪恶，很想让他们去地狱，根本就是杂碎一种，骗子。叛徒之类的，可是我却经常把这些对我不好的人、骗子、叛徒、杂碎这些人的行为时常挂在心上。可是，对于对我好的人，他们行为我却不放在心上，甚至于他们对我的期望，几乎我都没有一项有达成。我感觉非常抱歉，对于他们期待我，我总是落空。对于我所憎恨的人，我没办法报复他。那对于无话可说的人，我没有任何想要对他们说的话。在我人生遇到这三种人，我觉得。只能说是命吧。总而言之，我还是要对我好人再说三声抱歉，对不起，我让你们失望了。对不起，我没有达成你们期待。对不起，我没有办法报答你。这样是我今天想要说的心里话。